你不是要去找灵感，你不是找回来，你找灵感找到哪里去？找到了，找到了吗？灵感吗 ？OK。哒啦，帅，你说帅就帅，说，谁说？好。他静悄悄的过。所以我们现在人就是在往圣淘沙前进，因为应该再多45分钟吧，就会开始表演。然后今天很特别啊，因为是933的生日，所以我们要庆祝933的生日。还有就是已经到的时候呢，的 MV 即将会在那里首播。还有当然就是我可以就是看到我好久没有看到的。Yes 933的 DJ， I've never been to Kids Zania before. I should bring my nieces here. They've been here a couple of times, but not with me, never with me. 我现在人到了现场，然后很快就要上台了。OK， 好，这时候呢是那个大胖哥哥。OK， 我看到了剧组的。Well, I guess we're done. Happy birthday, S933. 然后希望你们就是继续把我们最好的华语流行音乐带给全新加坡的听众。哎，而且是最近其实S933 也有很多很多新的从国外来的听众，所以希望你们继续把最好的华语流行音乐带给全世界。